这位少年坚信，面对人生的这一道坎，只要勇敢，就一定可以跨过去。跳不过去就不跳了啊！开玩笑，这点距离对我来说不在话下，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跳过去。要跳不过去就不跳了啊！不行，一定要跳，因为我要酝酿一会儿，酝酿。少年，人生的坎儿，跨过去了是远方，跨不过去就是悲剧。一手抱娃，一手拎包，双手负重，该如何关后备箱呢？很简单，抬腿施展一字马，轻松搞定。如此彪悍的关后备箱视频一出，就引发了无数女生的模仿热潮。看到这儿，男生们也忍不住模仿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干啥呢？兄弟，人生不易，你又何苦为难你自己呢？